大家不要笑话我吃这个剩菜啊。在我老家那边，生活水平不是很高，这种剩菜的话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吃的。尤其是过年吃剩菜很正常。Hello， 大家过年好啊，给大家拜年了。今天大年初一，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呀，今天又睡到了12点半，现在起来把昨天的剩菜热一下，今天中午吃点剩菜。给大家看看我昨天做这么多菜啊，根本都没吃完，这个红烧肉都没吃，还有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两个菜，还有这个锅里面的是从那个羊排上剔出来的羊肉，然后炒的这个菜也没吃完。先把这个红烧肉、搞里头、芹菜炒肉、搞里头、这个可乐鸡翅，我昨天吃了一个，味道非常的甜，特别好吃。昨天吃的水饺太多了，然后在那啃那个羊排，吃的太多了，这些都吃不下去了。番茄炒鸡蛋、搞里头，这么一大锅，我去，今天中午的加上今天晚上的，现在这个就是烩菜，要想真正吃出来那个味道呀，其实还得应该加点白酒，但是咱这没有，就加点料酒吧，随便来点。 OK， 既然是烩菜，我觉得放点橘子皮也是可以的，别的调料就不用放了，就这样，然后热透了就行。这会儿菜还没有热好，把这个碗洗一下，这么多碗要洗，先来点立白，立白搞里头，开水浇上，OK， 搞定。切点葱花、蒜末，还有香菜，等会儿搞里头。搞里头。哇，这闻起来别提有多香了。有没有兄弟喜欢吃这种菜呢？来一碗吧。熬起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香啊！来一碗，兄弟们开饭喽！没想到我今天的主食会是米饭啊，自己煮的米饭有点黏啊，水有点多。村里边卖馒头的都回家过年了，买不到馒头了，只能吃米饭了。我昨天真应该尝尝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
剩饭热三遍，给肉都不换。更何况这个剩肉热三遍呢，太香了。昨天我做那个红烧肉的时候放了那个腐乳啊，那个不是什么黑暗料理操作，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啊。嗯，放橘子皮也是正常操作啊。嗯，好吃就行了。吃到一个八角。